将两块木料连接有好多方法，上螺丝、黐胶水、做饼干。但系最最最实正嘅方法咧，就系、是、用木榫啦。第一步就系要将两块要连接嘅木头稳打稳扎咁样固定喺同一张台度。有咩可以帮到手呢？你可以用德伟麒麟臂系列。标准配套是有五个尺寸的，由最娇俏的四寸半去到最大的三十六寸都有，夹力由35磅去到300磅，想要再重口味啲，德伟的其他系列是可以做到600磅和1000磅的夹力俾你。然后在两块板的这两个位置转窿，转窿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垂直，跟住在刚才转出来的四个窿度都加入木工胶水，将木榫打入去，最后用板脚将多余的部分切走它，做完出来的效果就会是这样。这个就是将两块木绑埋最最最实正的方法了。